新的剧种，好，看一下左手边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看完之后，他让这个工作的环境、现场氛围是开心的，这件事情很厉害。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、很有幽默感、极有幽默感的一个男子，对，然后，我不知道哎，他有一种，你觉得我该讲话了？哦、oh.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真的很幸福，以前的戏呢就是一个男主角女主角这样子，可是一次就会遇到四位或者是五位以上，那像你活在女人堆里面，就是太太有来探班过没有？没有。那他有就是对你这次活在女人堆里面有什么看法吗？可能目前还不太知道就是剧情的部分。Nope。想问一下，有因为拍这个戏之后变得很毒舌吗？可能有吧，回家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讲话会自己不自觉的就突然间贱一点这样。对，对老婆的建议是不会啦，因为也不太敢。红哥就爆料你说在片场竟然只是把你跟他叫错。刚开始其实我非常尊重我们乐器，我一直，可你刚翻白眼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难以亲近的人，因为我看到他的戏，他是影后，然后他的戏怎么样，很直接，给人家很重感情的时候，我就在片场看到他好像都不苟言笑。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，哎，他怎么可以在片场直呼我的名讳？他有一次他在片场里面，然后跟我讲说，洪德胜，看戏的，我说，客气，我叫洪胜德。把我叫反了，我以为直接跟他讲，他要跟我套关系，他知道我的本名，套什么关系？哇，这个人他是可以开玩笑的，所以以后呢，我就跟他开玩笑的。柯景书，柯景书，对对对。我有个很糟糕的状况，就是我永远谁是谁我都记不住，然后名字我也很难。那天，洪哥他，然后我们常常会就是他每次蕊戏嘛，在拍戏干嘛？那洪哥每次都躲在房间里面，我都会在吼，洪老师拍戏啦！其实我只是想让现场气氛开心一点而已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他在意吗？其实他后来也不太在意，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吼他，他也难过。那洪哥也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，我也对他不熟悉，不知道他是谁。然后我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？”叫胡拉斯，有吗？我也不知道。